各位赛车迷玩家们要注意喽，因为呢有赛车最高殿堂之称的一级方程式赛车要推出线上游戏版本了，哎，这样子不就可以很多人一起连线来尬掐了吗？哇，超级刺激的，哎，所以真的是个期待的作品哦。每年推出 F1 系列作品的英国 Codemaster 公司日前宣布，他们将推出万人线上赛车游戏 F1 Online， 并正式开放玩家申请测试账号，预定会在2012年第一季推出。而官方也强调，他们已经取得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锦标赛的独家授权，将会在游戏内提供正式的车手、队伍以及赛道。至于游戏方式，则是让玩家成为车手或是车队老板，建立工厂，聘请员工管理自己的车队，寻找技术优良的赛车手，有效的管理团队，或者是玩家自己亲自上阵，驾驶爱车上场参与比赛，与其他对手一较高下。